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，全民运动日2023今日举行。康文署举办多项体适能运动供市民参与，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嚟到现场，身体力行参与多项活动。与李家超一起参与活动的包括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、康文署署长刘明光等等。有啦有啦，游水，游水同埋打网球咯。有冇谂过以后大个做运动员咁样？有啊。想游水运动员。啊哈。为香港攞金牌。啊哈。一二